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ef Lawrence， 今天来到了 Bugis 亮虾序连城街。大家要知道，这里周末啊可说是非常多人哦，因为这里聚集了非常多的美食。今天带大家来到这里已经有20年历史的餐馆，它可说是在这条街开创以来的第一家餐馆哦。好，话不多说，进去就知道了。对，食物真的很好吃哎，可是我一个人吃会不会未免太孤单了？我需要一位美女跟明星游客来陪伴我喽。我现在把它变出来。Hello， 其实这里蛮容易找的，就亮虾序这条美食街，我一来呢就看到 Maggie Tai， 就是非常的显眼。对，她就是我们的明星游客严嘉乐。我今天带来我非常很喜欢吃的一间餐馆了，它就是 Maggie Tai。所以啊，今天就特地已经帮你熬好了粥等你来品尝了。这也太贴心了吧，这是什么粥啊？它是高汤熬粥。怪不得它这么香哎。对，刚刚我已经品尝一口，真的很鲜甜，你马上来试一下。那我先来试试看好了，先来一小口。我觉得粥最重要的就是要煮的绵密，它真的是非常绵密，而且就是很香甜哎，而且它是用泰国香米是不是？对，我感觉那个米就是跟外面的就不太一样。你真的太厉害了，它里面除了泰国香米啊，还有我们的小麦，所以它吃起来有双重口感的感觉。所以非常的鲜甜。那还有这个猪脚呢，也是我特地为你点的，因为我每次来都一定会吃。好，那我就来吃。它是我们泰式脆皮猪脚。然后刚刚盛的呢，就是这个宫保田鸡。但是它的肉很嫩，因为刚刚店家说啊，他们田鸡都是每天早上都才处理的，所以他们不会放隔夜，都是非常新鲜的，而且很多回头客都是为了吃它哦。天哪，你的这个很好吃，但是我现在看到我的这个就是流口水，因为你看它的油脂就是非常的肥美，对，感觉很脆。我都听得见它那个脆脆的声音了，卡滋卡滋的声响。很香哎，而且那个油真的是会让人非常的满足。这个应该是他们的招牌菜吧？也是他们招牌菜之一，所以我每次来都一定会必点它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好吃。超薄的。泰式奶茶好喝哦。所以来到这里呢，记得要点他们的宫保田鸡，还有脆皮猪脚，还有其他泰式小炒咯。想吃泰式美食的话，记得来到亮虾序寻找 Maggie Tai。拜拜。